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无不计较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16集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话呢，再次的给大家介绍世代精选系列，也是一个大量重涂的一个系列。包装盒的话呢，几乎都是一样啊，只是大小上面有一些不同，都是牛皮纸的一个包装。那么的话呢，玩具里头到底带的是什么的话呢，要看这个上面的这个代理贴。那这是一个 3C 版本。那我之前的话其实也是有预定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我订的那个卖家呢，他说好像有个砍单的状况啊，所以就瞬间，其实，在台湾的网拍上，如果你是台湾代理版的话呢，目前价格也是慢慢有上去。那么这个3C 版的话呢，有一个中文的说明书。那我记得很10年前吧，那个时候第三集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买3C 版。那当时的 3C 版的话，说明书会有两份，会有一份英文的原文版跟一份简体字版本。那我觉得现在的简体字版本的话呢，翻译呢已经好上非常的多。10年前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翻译好像就是用那个翻译软件直接硬翻过来的一样啊。那么里头的话呢是火流星跟警棍，那这个也是世代精选系列或者是网飞配色系列的一个惯用的套路啊，就是一个本体，再配上一个小家伙，还有一些特效件。那么我们就也做个简单的小展示吧。这个警棍啊，这个模具的话呢，已经是很多很多用到，已经几乎就你会发现你可能会有很多这个吧。你如果还有收这个所谓的网飞的配色的话呢，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小人的话呢，怎么多到一个要翻天的一个感觉啊？这个稍微翻一下，这个卡扣扣上去啊，然后的话呢，手臂呢这个地方是有个凸的啊，再扣到侧边这里。把它给扣上去，这也是一样的，两侧把它给压上，这里把它给扣上啊。这个变形的话呢，应该是示范过很多次了。然后特效件的话呢，就很简单啊，你有这种，这是电浆嘛，还是什么这种曲线型的，这样扣上去啊，然后呢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火流星直接的把它给握上。但是呢，我个人感觉啊，它这个不要握得太进去啊，我觉得插太进去的话呢，要拔出来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啊，有点小危险。然后附带的这个的话呢，你可以扣在这个类似于肩炮的这个位置上面，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可以把它扣在大枪上。那你如果说做一个摆出一个战斗动作啊，这个两边同时开枪的感觉，头的话呢再摆一个动作啊，有一个。火力全开的感觉。那当时为什么会买这个配色的话呢？主要还是，希望不要有人给我回答说，你就人傻钱多啊，官方出什么你就买什么。其实如果说价格不是太夸张，然后模具不是太糟糕的话了啊，认真说起来，官方的玩具呢，收的话呢，其实是不会很后悔了啊。那先前的话呢，玩这一款这个消防车或者叫 Inferno 吧，它的原名应该叫 Inferno 地狱火。那不管地狱火还是火流星啊，以中文的这个翻译过来的名字都是非常帅的啊。那这两者差别比较大，就是中间的这个车头的部分，火流星是白色的。那以整体的分色来说，当然是火流星会好看一点啊。它白色的部分把身体的话呢切割了几个部分，然后两肩上面有黑色的点缀。相比较之下的话呢，这个地狱火的话呢，虽然都是红色，但是其他的红的话呢，用这个地方有一点消光红，然后有一些地方的话呢，则是一个比较一般的塑胶红色，还有这个地方呢，感觉你看这种哑光的红啊，跟这里确实是明显不同的，然后两者的红呢，又有一些些的不一样啊，其实这种画面里头看，应该还是能够勉强看得出来。头雕还有身上的配件什么呢，都是一样，只是配色稍稍有些不同。它的这个头上这个两侧，这是水蓝色的一个点缀，它的一个面部的话呢比较亮银一些，而这个消防车的话，它的一个脸部比较铁灰一点点，然后头上的两侧是黄色的一个配件。然后以嘴型的话呢，我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怎么样，我觉得 Inferno 的这个嘴唇是稍微有点歪，类似有一点点笑出来的感觉，然后这个消防车的话就比较严肃一点点，但是呢这个差别都不是很大。然后脚的侧边啊有相同的一个配件，那这里的话算是它玩具最没有质感的地方，就是这里这个白色的漆啊是涂上去的，而且涂的不是很好，各位可以看得出来做工在这方面就稍微打了点折扣。后方的话呢，它的一个灰色塑胶你也可以对比一下，配色有点不太一样。然后两个人的枪也不同，
之前的这个Inferno，它这个枪是有一点点偏黄一点点了啊，不知道是应该不是没有这么快就褪色了啊。然后这个的话就比较纯黑一些，然后两边的枪有一些些的不同。那整体来说，关节的紧实度什么做工来说的话呢，这一款啊并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退步。那这个则是最早推出的这个《地球崛起》的时候的这个吊车，吊车的头雕啊什么的，其实整体来说是比较略逊于另外这两款的。那不管怎么样的话呢，就是这个模具本身基本变形好玩，人形跟载具的完成度也还不错啊。那我们呢来进行这款火流星的变形过程啊，它的变形的话呢，跟这个消防车是完全一样的啊。我们把这个手臂给收进去，收进去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呢把它给收的工整一点，那不然的话呢，它到后面的话呢会有一个歪斜的一个状况。这两片部件给放下来，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先把这个头部啊稍微左右扭一下，把它给分开。分开之后的话呢，先把这个头部做一个翻折，把脸给藏起来。然后后面这块部件的话呢，由下往上这里整个给推上来，整个要直接推到最上面啊，推到这个地方可以转动为止，这个部分就 OK 了。再来的话呢，把后面这个部分呢给拉出来，拉出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可以先进行手臂的变形哦，把这个银色的这个肩膀的部分呢往后转，这样子把它给插到车子后面的这个缺口里面，把它给放进去。然后手臂的话呢，你转动一下，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互相结合的卡扣啊，就印第安人跟印第安人的一个组合。然后呢，把这个后面整个打直，这里整个往下面翻下来，往这边扣上去。接下来的话呢，先把这个脚踝这有个双动关节，把它整个拉出来之后的话呢，整个顺着平的把它给放下来啊，这里也是一样的，整个拉下来之后，把它顺势往下放。再来就是一个黑人和印第安人的一个结合，还有白人跟印第安人的一个结合，这个地方就把它给扣上去啊，这是象征着，民族大熔炉的一个变形过程啊，这个把它给扣上去。那么呢，后面的这个白对红的这个结合啊，这个卡扣呢，在最早的模具呢，也就是吊车的那个模具呢，是比较危险的，好像说有比较容易去断掉的一个状况。但是到了这个 Inferno 之后呢，就有一个小修正。然后这款火流星的话呢，又是 Inferno 的一个改色，所以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然后后面这个部分的话呢，这个你如果想要把这个喷水的这个东西给拉出来的话呢，就，真是偏紧啊。这一款的话呢，就，做工来讲的话呢，倒是没有说因为重复使用呢而一个松弛掉的一个状况，感觉还是比较好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款这个火流星的一个从机器人到也是消防车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然后呢，它的一个滚动性的话呢，我觉得是比较一般啊，其实并没有说特别的好。我经过多次的练习变形之后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差了点意思。我不知道是我什么地方呢，去没推到位还是怎么样，这个地方我都已经往下压了啊，它还是，哦，这样又好一点。对，刚睁眼说瞎话了啊。那我们的话呢，就简单的跟先前的这一款这个 Inferno 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对比啊，主要是车头啊，白色的部分就有一些不一样。那以分色来说，当然还是这一款会比较有意思，包括它后面这个地方也是白的，然后前面的这个喷水的这个装置云梯吧啊，也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武器的话呢，你要不要放侧边？随便，侧边啊这一块部件，它的塑胶的颜色有点不一样，各位应该看得出来。轮框的话倒是都一样，都是里面是红色的一个涂装，那主要还是车头了啊。白色的车头跟红色的车头，然后这个其实两个车头我觉得都好看，没有说其实我真的觉得还不赖。如果你觉得说你资金不是很够的话入这一款这个 Inferno 其实也就够了啊。那么这一款的话呢，纯粹是我人傻钱多啊，可以吧，就把它呢就作为一个收集的一个欲望呢，又把它给带回来了啊。整体来说啊，做工这个部分并没有衰退到，然后配色就看你喜不喜欢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讲到这边。非常期待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